小金，还要多久？每天一个小时。我的妈呀！这一个小时之后还怎么动啊？直接瘫过去了。跑完以后还有半个小时的力量训练，然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做做瑜伽和舞蹈，然后增加一下肢体的柔韧性、灵活性还有协调性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每一个行业。 都有他们的艰辛与付出，你看这些演员，他们虽然平时表面上光鲜亮丽的，非常的让人羡慕，但实际上呢，付出的却是我们这些常人没有办法承受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。你得体验人家的速度。其实这些呢，就是我做节目的初衷，我就想让大家知道，不同行业都有它的艰辛。 小琪，你这顿午饭可以吃一点人类的食物了吧？啊，中午要吃好，所以我订了轻食餐。你和摄影师小哥哥自己爱吃啥点点呗。摄影师就不吃了，他减肥。